计。槟榔西施一回头，电到农村的九条牛。槟榔西施再回头，辣到黄河水倒流。槟榔西施三回头，正到姚明不打球。槟榔西施四回头，甜到貂蝉想跳楼。槟榔西施五回头，美到做鬼也风流。怕不怕不怕不啊，那我回头率不错哦。不错，所以说这槟榔西施嘛是圣公替这台湾之光哦，为国争光的一种。嘿，无唔对，不离讲哦，讲到这陆客来咱台湾了，因为你是时间有限啊，所以回去了我拢感觉讲玩得不够快乐。啊，这是因为咱台湾好耍的所在实在是物太侪了啦，一时半刻实在是洗袂透啊。为着要来推广咱台湾这个观光，和更加咧，咱这个外国的游客拢知咱台湾都有好几多。我特别的设计了一套叫做《台湾要酱玩》这个旅游指南，大家只要呢参考这份指南，就怎样讲哦，没有拿来计划这个行程哦。哎，讲起来，这份这个资料应该是很实用。是，你有想要公布，大家了解一下吗？拜托啦，我拜，除非你用山东话给我拜托，求求你，拜托了，大佬。姓啥？姓彭。姓彭啊。市长，拜托您。姓啥？我姓林呐。姓林呐。啊好，控林管天下。嘿，四口好高家。喂。啊好啊好，即摆叫林燕去陪，安尼好。咱即摆来，咱三个人我来，大家来介绍台湾多位好佚佗嘞。哦，来卡嘞。哎。啊，基隆庙口钓匕首啊，高雄那泡茶交朋友。淡水老街啪啪走啊，台北市区盖高楼。来到山。哎呀，阿伯！哎，来到三峡杀猪公，拜见慈湖老总统，新竹春吹九降风，三义木雕好手工。好啊！好山好水在南投，埔里出名是绍兴酒，日月潭上缆车走，有钱米家众人摸嘞。不是，什么众人摸？众人摸，我觉得米家众人摸，啥米家？他们你们看，这么咀嚼亲近农场，大家都可以在那边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，看到很多绵羊，可以摸绵羊，看看剪毛秀啊。嘿，你也该是个群众，你想清楚，误会了啦。用客家话跟我对不起。哎呦，俺子谁？俺子谁也谢谢你。对不起，我唔知啊。做 demo， 做 demo， 做 demo 是做得到吗？啊，所以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海鲜啦，我在，我在，有狮子，有什么有狮子？有时候是骂人的哦，我知我知，薄瓶子，薄瓶子是破病啊。好了，卖个脑袋啊啦。好了，对啊对啊，咱为这个台北讲个新的领导吼，对，介绍来台中喽。哎，台中辣妹跟我走，大甲要拜妈祖婆。哦，彰化山上有大伯啊，王公祈福啊，没话说。哎，云林大师超喜哦，古坑出产咖啡。老牌酱油在西螺，北港庙里添香油。哎呦！布袋鱼敢看日落，民雄鬼屋快经过。嘉义白饭加鸡肉，来大街米家五高头。什么米家五高头？虾米？我们不知道嘉义吗？是啊。啊，嘉义要去阿里山啊。是啊。阿里山的神木龙，哇，错了呀！是不是五高头？我是讲虾米米家汤吃嘞？喂。但你的动作怪怪啊！嘿，嘛是有人在吃啦。喂喂，你搓你闭眼那就好啊。嘿，啊你安尼起来怪怪啊。我啊，如果这里有一颗神木，你也那闭。哇，好大颗神木啊！你是不是也这样？好像是。你是不是要害我？还是害节目？还是要还是害大家笑得太开心了？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好不好？生瓜果果回你嘛。啊 ，one two three four 嘞。潘姐潘姐，为台中回林，今晚介绍来到台南喽。哦。登上台南赤坎楼啊，三把鱼在七股油。哎。预警首选是芒果，麻豆文旦贺中秋。哎。登山进谷吃羊肉，高雄爱河不会臭。美浓板条全带走，再去寿山看猕猴。哎，屏东猪脚的不算瘦，东港尾鱼的庆丰收，恒春镇上看出火，五难两鸟的叮咚咚。好，两鸟叮咚。我哩嘞，下面叮咚咚啊！二师兄的驱瘟妙答，待会保证笑破你肚皮。